它那个就会勾起来，整个吊起来。等一下，我会教各位怎么做了啊！我们先大概先弄一下。你们两个干嘛？他们两个是那个，你们两个要那个野兽踩到它，整个就吊起来。来，这个我们在卡通里面常看到。宝宝在哪里？宝宝。对面，叫我们先来。哈哈哈哈哈！挡脸。哪里？宝宝嘞？在那边。挡着脸。你宝宝有没有来？王安如，王安如，去啊，去啊！玩具跟我交换。交换。哇，还有弓箭。哇，交换。这你要我建议你跟我交换。要吗？要要。要吗？要。哇！好吧。弓箭呢？酷！照相啊！好，谢谢。弓箭。照相。照相啊！宝宝呢？还要照相哦。妈妈呢？这好稳定，好勇敢。同伴的有来。姐姐有来啊！好，爸叫姐姐来。姐姐来。好。为什么都有那种想法？要跟老板借刀子，被听到了，回去扁小孩。耳朵好灵哦。好了，怎么？哎，带钱在哪里？小孩子没有看到，没有叫的。哇，生气了！不来，刀子，怪的，来了，我逗你的啦。不要担心，很帅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汪永忠。摸摸。不敢摸。坐下。好，你有点怕，对不对？问你这，慢点。压压。好会演哦。好来，他的爸爸妈妈在哪里？在这。在这。别弄哭啊。未来。好来。他不会咬人了，哈！好好恶心哈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小朋友给小朋友看一下哈。做噩梦。他叫山猪，为什么会很恶心？因为肉肉都被你们吃掉了，剩下骨头。不要笑，真的，昨天有人把肉肉吃掉了。就是我。这是你对不对？好了，我们介绍一下山猪啊，这是山猪的头骨。很完整哟，妈妈嘞，妈妈嘞，哦，山猪的头骨了啊，那它本身跟我们家猪唯一的差别在哪里？哦，家猪是驯养的啊，家猪是驯养的，然后它的什么眼睛怎样？大的。山猪的眼睛比较集中。深啊。啊，比较集中。那家猪的眼睛比较宽，差别差在哪里？啊，差别差在我们的家猪，它不用去怎样，不用自己去找东西吃，它只要眼睛闭着，它就闻得到。那山猪不一样，它要一面吃东西一面去观察，所以演变到怎样，它眼睛比较集中。然后再来第二个不一样的差别，第二个不一样的差别，山猪的什么头盖骨，头骨比较硬。好了，小朋友，我问你，山猪怎么样攻击人类？用牙齿。牙齿。牙齿。头撞。哦，我想到了。用撞的。用它的牙。来，请你向后转，屁股翘起来。撞一下。山猪绝对不会这样子咬人。啊，山猪会怎样？撞。就像的，用撞的。啊，还有，我发现经过。我们去打山猪这么多年的经验，我发现山猪还有一个特别的武器，知不知道？牙齿，獠牙。耶！啊，因为山猪被抓到了以后，它只有一只手被抓到，甚至是一只脚被抓到，它另外还有三只，只要我们人靠近，它就回旋踢，一直踢。好。再来啊，大家注意看哦，它本来很漂亮的，本来这边有两个牙齿，然后这边有两根，但是因为给小朋友玩，然后甚至于不小心掉到地上，然后还有
爸爸带回去当纪念品，啊、哦，变成钥匙环了。所以，我们现在比较不好讲，但是大家用意会了哈。他这边有一个勾痕，有没有看到？嗯，很自然的勾痕，这不是打路用刀子去勾的。我知道。自然的勾痕，然后上獠牙，上獠牙它本身是活动式的。活动式的，没事的时候，他要吃东西，上獠牙会怎样？缩到这里面来，缩到这个位置。为什么垂下来？啊，生气的时候，一只猪，告诉他我比你强壮，我比你大。第二种吓跑。第二种，对，也对了。好，那我以后我就讲第二种吓跑人。第三种，他要两边怎样卡榫卡住？嗯哼。两边再卡住了以后怎样？防止他撞击的时候落下来，有没有？啊、哦，这是很自然的东西。好，为什么我会有这一个？跟各位讲，因为我懒惰，我放了陷阱，大概三个月没去看。我去看的时候只剩下这个，只剩下这个，剩下后面还有一排的恐龙骨头。啊、哦，所以我只带这个回来。这只大概有多大？大概有100斤以上，啊，哦，所以我每次拿这个来上课的时候，我老爸都会跟我讲，你去吃大便了，装了又不去晃，晃了又不去抓，等一下给大家照相。哟，后来老爸看到我这样每次上课，每个礼拜那么多人这样上课，他也很高兴。我也跟他讲，其实我有目的，上课用，上课用，赶快去照相，快，赶快去照相。我们这个牙龈的神经被破坏了，小脑就会指令快口水去救它，身上的水分就会一直来，一直从你的什么牙龈冒出来，这样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在死之前怎样运用到你人体里面剩下的70%的水啊？有没有？有没有聪明？有，鼓掌。好，太棒了。有时候听到掌声是一种很快乐的事情。好，跟各位讲哈，今天介绍这一个植物，左转，碰到岔路再左转，就可以从我们 B 区那边上来啊。如果你还没有走过的，你就可以这样子绕一圈，慢慢的去欣赏这里的风景。如果你有走过的，好，我们的课程就到这里。当然，你注意看一下，我们这边要开始长樱桃了，有没有？有啊，这是小鸟吃的樱桃，小鸟吃的。好的。你要找那个比较黑的，然后你先怎样？先找这个，先找到火山母草，先把自己的牙齿弄酸，你再去吃它，它就变甜了。还有一种方法，你找比较红的那种，不要黑的，鲜红色的那种，咬下去，你会酸到牙齿会一直流口水。然后再拿黑色的吃，它就变甜了，有没有问题？没有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课程到这里。好，谢谢各位。谢谢。妈咪，你干嘛不带水？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你如果要去散步，人就去散步啊。然后等一下有跟我报名的，有跟我报名的，11点到那边找我。